安吉刀堂就是这个建筑要带我们去的地方。哇，是吧？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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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的。这个是铁的吗？这个东西是金银，在石宝。道具啊！哎，这是铁的吗？来，装上来。我也有。道具，一来中奖吗？来，他凳子。哎，有啊。凳子来，他凳子。凳子。你是右脚左脚？我老师，我是右脚。右。八。一二三两。把他脚拿上，两个手。哎，干嘛？拿这，你干嘛？前腿。机关。小曹，来说说。没事吧？来，我脚来。一百了。喂，还有这个。好，有。这个价格吧。来，道具。三个。哎，这个多少？也拉倒，是吧？这个真高。价格真高。这也拉倒。蓝色上面一双，蓝色，哎，你先撩，等他那关，一拿起来帮你打开一点。蓝色，你干嘛？什么啊？卫生标语啊？导演，这场戏是不是可以关门啊？关门啊，关门。没事。都到腿根了。等一下，那个观众朋友可以放一下。哎，三二一，开始喝酒，快点，放我进去。拿水，把脸转过去。啊，快点拿上来啊！哎，陈晨，干嘛？又涂了，没事，我自己的。我上检查，看一下。哎，不要撩了。上，高，再低头低一点，看这个对吧？上岗对。来，来，阿涛。阿涛，那个灯的那个地方，帮我升两个黑旗打一下。再升两个黑旗打一下。这个面具，所以你碰一下就掉到这了。哎，对，好，我知道，所以他自己如果给我们补，你太小看条件了吧？来，关门。好，来喽！三二一，开始。走。再来。我 Q 你吧。Q 你。你开始先转一转，还是先怎么？哎，蓝湛，干嘛？删除了。来，往右手边坐一点点，再坐右手边，你的右手边坐，往里靠，对，往里靠一点点。那个兄弟啊，你坐下来你就背影坐下来，然后去抓他的时候，你往左边转一点。对，反正你就是尽量让脸把它转过去也好吧，辛苦一下啊。嗯，没办法啊。对，没办法。来，一开始，喝，走，哎，蓝湛，你干嘛？先出来，没事，自己。我看，或者说，
带什么？带。我好，零准备。再再轻点，给你来带一包。腿根，腿根在哪？好，阿三，你看一下脚的位置。啊，那么再多少点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应该还会看老王鸡。好，就到这里啊。这个反应大一点嘛。嗯，好。来，再下一个，三。来。等一下帮他弄，他会。弄到腿根。好，哎，你哎，大伙都可以。那个，等会儿抓一下。哦，这个头发有点帮我。你身体再转过来一点。OK 啊，哎，这样 OK 了，可以来。可以了。来，走开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是黑色的，一个没有，中南海黑色的，记下来呀。来，手头摇低点啦，你摇低啦，手头。摇，要不要这个吗？黑的是压着白的，但是它有十块钱吗？黑的牛啊！黑的牛啊！牛啊！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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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忌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没钱看了。看你脚，一二三，啊，你的反应好。OK。你拉杯子啊。好，一人拉一个啊。装一个，来个门关啊。没有的，没在。啊，完了，再给。来，预备，来，三二，哎，不动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这个不够，再拉一根。喂，这个怎么没拉出去啊？这个假的，一会儿再拉。啊，真的吗？你要整个胡子吹出去啊？是，来，稍等，马上。可以啊，来了。我的兄弟好吗？稍等一下，马上好啊。Hello。挺重的。来。Hello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把它砸破了再飞出去都可以啊。嗯。OK。对，好。关门。我。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。小袋子。我是说飞过来，你飞过来，你俩杠子。
给你了。好，三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吹吹吹，它开始慢慢变大。你都看那个鞋子啊，你看哪里啊？这头再转多点点啊。多了。对对对对，变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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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。三，那位置你跟他说啊。来，好，这个。拍一个素材，这里啊，变大，喂，什么情况？丑的样子听话的，我睡得好听啊，他不来。来加一加，我有看到了双的上来的时候，来，站好，来预备。
来，再下一个，三。没有，我先手看不到。预备，三。好，再来一个，预备，好，
别喽。来，快出去玩吧。预备。啊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妈呀，家庭手。对啊，对啊。来。我听不懂，都听不懂。预备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停手。那个头发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阿赞，那你一会儿就看他。我知道。对。难道说聂家的鸡汤堂就是这个剑灵要我们去的地方？好，先生。好。大家吹鼻子，看看这个手在。在场。冷静啊！好，阿秀办几个？下来，爬一下，砍砍一下，冲一下，来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现在这边的衣服，先砍了，先让他过来。对，哎，把他放给我，你放到这儿。感冒了，主要是感冒了，打了两天针了，四十度了。哇，你看是不是很卡哇伊？小肠，因为这小肠，这是男的。
一下用力啊，用力一点啊！好，前分带安静不动。松了，手松了。哦，不用啊，加油！不是你手松了，手就放。来，预备，三。酸还没拉皮起下来的，第一个吧。好，再试吧，来，预备。来，再试。好，乾坤带不动了。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？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？是你身上的东西。算吧，你看看腿。看看腿，明白是腿。想一想啊，是腿。老张，你要降低一点。就是腿。精灵在石堡被留下的。就是腿。没完再绕。在石堡里面留下的。可以的，升高。继续吹，然后呢，弹，继续弹。后面再继续弹。有，弹一下停了，来。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朝前一点点。你弹两下。再来一个，来一个，算慢一点说吧，慢一点说，来预备，看着他一点，看久一点的书，来，来，背，哎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弹两下，停。这些我从来没有见到办公室情况的。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？是你身上的东西。这个图腾是精灵在石堡被留下的。这精灵对这个图腾反应如此强烈，是我说的？难道说聂家祭道堂？就是这个剑灵要带我们去的地方。收敛一下吧。收敛一下吧。好，别不爽了。
这天，我从来没有见到像今天这样心脏病的惨。好，都没有。来，准备，往推开，别打扰别人。石头，来，来出头。预备，来喽，喊，三。二一开始，弹两下停手。再来再来。哎，对，我 Q 停手，你可以停手好吧？嗯。对。三二一开始弹，停手。好，下一个来，我不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。谢谢。嗯。放个劲。好，好，好。三二一开始。停手。这些天，我从没有见到我像今天这样急躁的样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。是你身上的东西。很看丢一点。这恶阻痕是精灵在石堡留下的。这剑灵对这恶阻痕的反应这么强烈，是否说明？难道说，聂家的鸡刀堂就是这个剑灵要我们去的地方？好，别忙。好。你坐，你坐，衣服穿好。下来，弹笛下，弹弹笛下，咚叫两声弹。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待会儿。哇，小组很卡哇伊。